什么黑？他搞天师。七十五岁，那也七十五岁。你看，几张纪录片，时间老几多？哦，你就讲没必要限制时间，就那种东西增加。
我是90岁了，有80岁也过期了，70岁也过期了，60岁勉强还可以写东西。你就说，那90岁老早淘汰掉了，哎，不写了。啊，你要写那东西出来，哎，抹掉的，因为俺们住，嗯，俺们住啊。老的了，就一句话就，好好的老的哦，90岁的，太不济了，太虚了。历史还嘛个多一个呢，就是岁月嘛。历史不外就是岁月，岁月一过去啊吼。人家出生1925年，对民国来讲就是17年。他个都第一个是台湾，哎，你台湾，那日本人统治个年代。因为阿爸喺福建嘅高树先生啊，日本时代早期嘅小学嘅先生，所以我就阿爸阿妈嘅体力嘅生意呢，体力嘅生意呢，就体嘅时代，我系下来呀，阿爸阿妈咁怕系希望改起来就较好啦，我问啲我下来越冇。我们叫有个好了，有个么？一个人从18岁当中就爱，爱一个谁来的？我爸多老啊？跟19就被养起。我从小就好多看插书啊，七太部分啊，就会同学的少年少帅，我就那个武侠中的。日本的武侠啊，功夫啊，个功夫，往往不爱跳了一片哦。怎么可能你插书，看寒书？所以啊，我小学6年毕业吧，我考中学我就考唔到啊，考唔到，公立不高考唔到，考唔到，那个都私立不高，怎么怎么一。他淡要了淡江中学，淡江中学哦，这个没错啊。淡江中学，我听讲，沉迷课外读，沉迷小说了，沉迷刚好的活动的文学，把他文学的基础渐渐打起来。
九四五，一九四五，日本投降了，投降以前人爱做日本兵啦，投降就走了，因为爱偷四川，就来故乡个门岗，龙潭小学个吼，做教员吼。这中间谈恋爱，然后你的结婚了，新郎不是我，然后我就结婚了哈。拖了一只姑娘，我不拖了咯哈，家庭全部搞不起，哎嘛，开始写，人家就开始写作。搿以前呢哈，退稿，因为俺讲一部分，讲一部分，我用中文写，当然像人一样啊，搿中国搿边来的哈，就十头九腿。十头八腿，十腿七腿六腿三腿，咱们叫西夏哈。民国四十三十四年功夫，俺四十年开始写，用中文写，六年，俺好六年，开始不用推过，十头九腿，八腿七腿六腿的，啊，民国四十九年，鲁冰花开始连载，一下就变名作家了。这篇作品，那么在当年的四月份，他就有一个机会在这个林海音主编的联合副刊上面登出来。那这个钟兆桢个人来讲是欣喜若狂，但是他不是为自己的作品说能够登出来，他认为说台湾作家终于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文学园地里面占一席之地，所以他第一时间就写信告诉钟理和说，你赶快啊，最短的时间内写一篇这个六万字的作品啊，这个来，然后我的登完以后，你马上接力上去。其实钟兆桢不知道林海音找他
不是因为看上他的作品，是因为原来约定的外省作家开天窗交不出稿子嘛，所以钟兆桢刚好碰到这样的一个机运，所以他登上去了。台湾已经比较开放了啦，哦，不像以前林海音那个时代，你刚刚讲到，只有几个报纸，几个报纸的副刊又是那么小，那这个就决定作家的出路的问题。这个什么作家会不会出名，就看你能不能登上副刊了。哎，所以那个时候作家的那个地位，哦，不是编那个主编的地位是相当的相当高，权限相当大啊。你们放在一本杂志，一个小小的，小小的消息，也报头，哦，讲一本一个小学生得奖，我就感觉到，我无去参加，我是失职的，我应该，我本来好想也去参加，不过我无。没眼母，因为眼睛封闭在这里。还没上路边发，真跟动奇怪诶。反正啊，有上两种发，就表示有好事会发生呢。为嘛干啊？因为路边发下黑嘞，就变成茶树最好的皮料啊。哦，超好。因为呢，你今半夜去看庙飞好搞吗？当好搞啊！阿姊，你听嘛。根本的庙会啊，有个长龙长石，这石呀，动态都会跳舞呢。我又看不到，唔啷个讲，你妈该用啊？阿姊，你今发本唔看呢啊？你看，鲁冰花哦，其实哦，我是足爱这本书啦。啊，这本书哦，其实哦，鲁冰花哦，是我帮助头一摆是我帮助钟先生出的啦。啊，迄个出版社吼，啊，你阿叔啊，伊就开一张支票给我，啊，阿袂让钟先生，啊，迄张支票吼，钟先生我是现金给伊，啊，支票我收起来，伊就是讲等于甲我借啦，甲我借一个千五块，啊，但是哦，千五块好像退票啦，啊，几啊十年了啊，甲钟先生讲，钟先生讲寄一张才几万块的支票来给我啦，我恁在笑，哈哈，过期我就搁退还啦，所以鲁冰花吼，伊主要是。啊！我迄阵有写，我嘛对，伊个拄啊出来时吼，我认为这篇吼，可能吼是甲钟先生这个所有的作品吼，写这历史性的作品吼，啊，是写这个较大这物件无同款。但是我是认为吼，这篇吼足精致的啦，啊，这篇佫有足侪想法。阿明，阿明伊啦，阿志，阿是吼，阿明伊对阿娘说，明伊欢喜哦。我真紧冬天，我冬天说的阿爸给茶盐度，差点见到阿爸有一号。阿敏，你来啦！你怎么的睡么？阿敏，你来啦！阿敏，你来啊！教育为百年大计，民国36年，台湾光复不久，百废待兴。政府积极从事教育工作，普设初中、高中以及国民小学，培养国家栋梁。俺们就在以前高堂下新的下拉布雷达，下文还满一下文章呢，哦，全部都日本发。新政府来，中国的政府来接受了禁止日本，哦，所以赶紧的波波摸摸开始好奇，影响都非常的大。我杀敌顾客，哦，日以继夜。某猪某鸭，看那书，你不那书也看，中文那书也看，你不那书啊，吸收这个你，是个文化的精粹，用日本的吸收，啊，中国
鲁迅个啦，蛮个啦，矛盾啦，吼、哦，爱看那个中国文字表达的方式，哦、方图并进。哎，你是不是哦？我就原来坚持了。做起的技术，其实叫很多脑意啊，用个image 意象，今日太浓是，去形状的一文式的啦。这太浓是将伊拉转过来变中文式表现，很辛苦的，很辛苦。你不是那个路的路的啦，木的啦。我新一代将来，我们战后第一代台湾作家，我那个有拍一个地下刊物，我们文友通讯，我为中心，还有四五个、五六个哦，他很团结的，互相批评，哦，互相琢磨。啊，迄个时阵吼，就是台湾比伊较早的这个时代，诶，这作家，哦，迄阵拢是大部分拢是用日文写，啊，伊开始，哦，伊就是对这個，伊对这个，中文，哦，的这個掌握，哦，足紧的。啊，其他吼，就像吴作流先生哦，伊那写这个中文哦，大概是较我台语啦，啊，这块咧吼，敢若古早的张维小说一类的中文哈，当然是较无遐尼。诶，纯粹啊，较纯粹就是因因因，斩了剃头的作家吼，所以讲文学的视谱当坚信，佮坚信的过程是做个好事情，就讲将一个坚信啊，去来的呢，然后从一边的人也重新学学祖母的人重新学习啊，所谓文讯诶，么个诶文友通讯吼，有安尼咪，所以叫影响当代。那应该因为学校考试。刚刚考试，我去给他公办，公办的，用藤写的，啊，撸啊，迄个一张，撸啊，迄个一张，哦，哎，撸六七张，哎，就拉了，哦，哦，就，跟没发表的原地的，互通生气，互相鼓励，互相批评，哎呦，应该原地，所以就该。就可以讲的，一个人一百，就可以讲的，哦，他按多少六十还七十，先六十，要得七十，要得八十，哦，互相批评，哎，你在哪里发表的东西有什么什么什么缺点哦？他敢很不客气的互相批评，互相鼓励，哦，这是文友通讯的作用哦，相当大。他是令我全我全出的，不过，刚好，成为中旅和最后一段岁月的写实的说法。我爷爷有什么苦恼，都会写信，然后跟钟老说，还有他什么养鸡的计划，他有什么计划都要先问看钟老的一个意见，然后如果他觉得可行，那他就会去执行啊。所以等于是变成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寄托、哦，变成说他要跟外界接触，他必须透过钟老，
那他投稿也是经过钟老啊，钟老有意见，他回来修改，然后再投出去啊。那就是他一直感谢的，所以他们没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这样子的感情可以维持这么久，那令我们非常的佩服啊！从来没有生平从来没有见过面啊，光靠书信可以维持这么久，而且一南一北啊，那这种情谊真的是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可贵，那到现在也是觉得不可思议。作品就说他交代要把这些遗稿烧掉，他唯一想留下来其实是立山农场，所以他说立山农场就寄给钟老，那爸爸是把所有的稿子都寄给钟老，然后看他们怎么处理，那钟老就帮他就是跟林海云女士他们这些文友就成立一个遗著委员会，然后帮他把这些作品一一的发表出来，然后把它出版。阿哥，阴的阴的，可爱。啊，钟老那个没有写半天，你不念了？啊？你不念？这个他不什么一个？哦，还听啊听。我这个都是魔，那个木棍，不是魔。有这个有注音，这个字要怎么注我都有写。你要念我还是不用？不能发音，因为没有用嘛。还好，看起来了。你大老远南部来的。是啊。哎呀，好辛苦啊。不会。搭车凉快凉快。对呀。我昨天晚上就回来了。五十人年前，反正佢是写作的时候，伊第一个有写过的，伊主动写信人的那个问来，我暗日联络伊，伊一个可能世界上少有按热心按去帮助伊的，伊咪在台湾，我讲客家人，咁好咯，所有台湾嘅写作嘅人吼，年龄比较大，然后童年咧比较细，都多多少少受到人嘅照顾啦。爱去种这一沙。我爱讲这个语言吼，这里叫个身体壮壮，精神壮壮。我相信，海的三不知吼，我的盲眼后眼就该出来了。迄阵啊，台南师范毕业啊，去小学教书的时阵，啊，有一天接到钟老一张。明信片通知我说我们有文友聚会，哎，你要不要来？啊，我想哇，这钟兆政，这是我崇拜的大作家啊，怎么知道我这个小老弟哈？原来他是先问那个文心，那个徐秉承有一个作家啊。伊家徐秉承在改公外的迄个联络地址，那个之前我是跟徐秉承常常有联络了，啊，所以他问徐秉承，徐秉承在告诉他我的地址，然后他写信来，哇，那一天我就很高兴啊，没有钱坐快车，就坐慢车，一路完呢到。那个
桃园再换车，再到龙潭。你被见面吼，啊，应该是我咧做兵的时阵啦。啊，其实吼见面的时阵啊吼，有在迄个通过，啊有通过吼，啊，伊迄阵伊伫龙潭，啊，我去龙潭，所以我才可能是伫桃园咧做兵，我空军。啊，所以伫桃园迄个机场吼，空军的机场遐咧做兵，啊，我咧去找伊。啊，我去找的时阵，啊，就甲写伊在看电影，啊，我就甲写一个迄、那个，我有人要找伊安尼吼，啊就出来，啊出来，啊我看到伊，我就说啊，这就是钟先生。啊，我再用穿迄个平仔衫，啊小可安尼赤一下，啊因为迄个时代吼，迄、那个平仔吼，到底代表是啥物？代表是好人，代表歹人吼，啥拢无。伊可能我是阵小可有一个感觉吼，因为迄阵兵啊去找伊吼，啊但是我是因为空军应该较无遐问题，那迄兵去找就较唔好，大概是安尼。俺们晋江，刚才拍摄恐怖的年头哈，哦，不过俺太子的公完全公开的方式，俺用邮寄的，加上邮票。对了，两方面呢，非常的充实，因为有问题的人，每个来往信件，都要偷偷查过来看。通信本来是秘密的东西呀，私人的 privacy， 你偷看做咩？国民党警备总部，这个幕后人物了啊。我跑上来啦，廖锦绣啦，唔错，新的全部要调查来看。迄阵啊，就这个吴作柳先生吼，也有讲一句话啦，两个人袂使骂啦，哦，蒋介石甲蒋经国袂使骂啦，啊，其他吼，你也较小心就好啦。啊，当然，迄个吴作柳先生是安尼讲，啊，但当然是这个吼，庄先生啊，当然你嘛，足侪人注意。啊，迄阵啊，庄先生嘛讲，讲阮两个通过，啊，迄阵通过吼。啊，迄、那个血检查，啊检查吼，伊都看迄个油抽就知啦，吼、哦，油抽若食伊冰吼，迄都无检查的啦，啊，若啥物心海，啥物，迄都诶心啊，啥物无，辛苦的心血管咧，就是检查的啦，哦，迄、那个油抽看到就知啊啦。我做全部检查卡，是非，还是非验出了，检查来就来多了，包围，不搞被包围。应该按多少计算多少个些，警察来就不能撞的。哇，一大阵的警察来，啊，讲要来查户口，哦，啊就来。啊，迄阵啊吼，足侪人，啥物人我袂记啊。啊，我迄阵印象上深的就是陈英珍迄阵也参加，哦，啊，迄个文心也参加，啊，结果文心看到遐侪人无理由就选入去。啊，陈英珍就当电兵啦，这啥物地户口，啊，咱这根本就是特务啦。所以迄个时阵吼，迄就是因为有检查批，迄阵我无电话啦，迄阵电话无遐普遍，迄阵我捌敲过电话。
人类的历史当中，文学史是少不了的，一定有的。要谈到你这个国家的文化怎么样发展，文学方面怎么样，哦，应该不一定会提到文学。你提到法国的文学，罗曼·罗兰一定是名字会出来。哦，俄国文学，青岛是世界名著，那就一定开始，那就开天，啊，做一个作家。我论成功失败，那就要放下一切下海。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时代去组织团体啊结社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可是像这么卑微的，只是说把文友们的通信用一个机制啊去把它做一个共同的通信，那很多人都视为忌讳。可是钟兆镇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他难道不知道这样的危险吗？但是他觉得说，如果这个时候只有全台湾只有个位数的作家啊，对这样的一个作家要共同去建立台湾文学这样的一个理念，他当然就是这个要义不容辞的啊站出来。他其实是要做这个东西，他也不是要当什么文坛的领袖啊，他其实也不是，因为他当文坛的领袖也不会跟，也没办法跟当权者去交易，说我获得什么好处啊？啊，所以其实。他只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去鼓励更多的人为台湾文学这一块啊去努力，尤其是在建构的初期。台湾文艺当时由吴浊流创办嘛，那也是在一个资源很贫瘠的一个年代里面。那后来吴老往生之后，就钟老他接办，包括后来的一个吴浊流文学奖，都是钟老出很大的力气。他会去接台湾文艺，其实他吴浊流在世的时候，他已经是台湾文艺的一个背后最重要的一个支持，这一个支柱。好，就是说如果没有他。吴浊流其实他年纪也大了，他也没有办法去做那种编务的执行啊，尤其是跟这些作家的联络，还有去鼓励年轻人。而钟兆镇最伟大的一项事情就是说，他写了七八百万字的书信，都是跟文友联络，都是提携后进，都是做文学的一种联系的工作啊。他这个是这个。前无古人，我相信也绝后无来者啊，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文学家在为台湾文学做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好，所以当然像钟兆镇他做这一个编台湾文艺，后来吴浊流过世以后，他去接这个台湾文艺，这也是一个烫手山芋啊。其实他的着眼点就是希望能够让台湾文学有一块园地啊，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台湾作家聚在一起，为共同的理念来发挥。他真的这目的是这样。浊流就脖子连在吴浊流看到的，我用俺名来做题目啦，看无啥物就引出，也是台湾人的笔迹，也是台写个东西，也是台湾人的故事，哦。这样做就亲爱了，从外吃完一吃饭，从外饮酒下来，当初就下课啊，我记住来多了，来叫来吃饭，请来吃饭，先买个你，半条。浊流三部曲
是钟兆镇自己想出来的一种文学表达的方式。那他追求的目的不是说啊，我钟兆镇要写一部作品啊，他最重要的是说台湾作家能够写这么大的东西啊，这是钟兆镇在这个《浊流三部曲》啊的写作的过程里面，他内心是希望说，我这个是代表台湾作家啊，在跟一种你说看得见也好，看不见的也好的一种打压台湾文学的力量，在做竞赛，在做这个竞争，所以我想觉得这个是真正《浊流三部曲》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一个意义的哈。我一个方面讲，那是台湾的苦难，台湾的苦难。另一方面是说像每一个人的心灵，你要给按那个曲折，面对现实的改变当中，你要去面对啊。像新冠同所以讲，其他无安尼强烈的恨意的人，好无？一动包容，一切都比较包容的方面去看，迄个，也用一个放到台湾。罗文老师来讲，台湾罗文老师从一本书来开始，老师来讲，这作品呢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作品。不过一道地方呢，个观点或者个人的角度呢，也是一个可以讲一个知识人，比较知识人的角度，哦，因为本业知识人。那作品2000万字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听他讲的。你是一些家本中老。是呀、啊。哦，其他不是伊哦。不是，我都两个妇女嘛，很快，俺爸爸给他做高中，从三到岁做高中啊，就读到了。怎么讲起啊？几多太适应啊？哦，俺一个奶啊，俺妈用套新球啊，啥啥讲起啊？哦，其实刚刚俺，其实又在俺那边讲起了，很快，你知道吗？我爸爸一个来人哦，急来要偷神票干嘛？我又没偷嘛个书嘞，很奇怪哈、哦，怎么很快很快俺就结婚了？差不多比较这样，嗯，一直要来看哈、哦，特别中了，从个礼拜日啦，礼拜六，我爸爸咪礼拜日让有闲啦，特别礼拜六我冇好料啊哈。礼拜日去了了，已经那请假来，我哋看什么的哈，常常这样。那好几次啊，比如这个十九了，慢走一十九，中路啊，就出去我不去啦，好就朋友啊，就，俺就常常都找不到人，那俺妈讲假话哦，哦，那这个我懂。他太太哦往生了，往生了以后，钟老为了他太太，一天到晚就消沉，啊，消沉的哈、哦，这个也不写信，也不写作，他那么爱写作的人，一天不写作会死掉的人啊，因为他太太死掉啊，他一个字都不写不出来。钟老这么老了，
对他老婆是这样的专情，哦哦，我当然啊很感动了。那时候我就想，我用什么方法可以让钟老把他的悲伤啊淡化？用什么办法？我是为了这个，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把他的情书，让他回忆他的那个跟他太太结婚之前他的初恋的这个情人，哦，那这样的话他多少可以转移呀，啊？除了爱情之外，那个时代的背景，哦，那个刚好是他们通信，就是在1947年，就是228那一年，47、48两年，就是战后。你要知道战后台湾的社会的变化，这个书信里面就有一些当时的那个证据，嗯，还有钟老他的成长过程。你要研究钟老，这一本就是非常的第一手资料。那刚刚我提到他钟老看多少书，其实在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出来，钟老在学生时代他读了多少书，他的文学的根基都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打下来了。拖了咯，哈，家庭全部搞不起，结婚母也去不了，他按不着，他按不什么个，哈，嗯，聊一阵，聊一阵天，嗯，才睡觉，嗯。
听他聊天，哎，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啊，来自成都，按品尝，品尝这上家好路隔壁邻舍哦，串门子，这大家都有的嘛。谈来故事也讲不完，谈，而且写成短篇、长篇、短篇、长篇都有了。有一种啊，作品2000万是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听他讲的。哎吼，我就要告诉，一分也给搞不起，搞不起哦哦，你就用两年给，你一家家维持一家家庭，家庭另外，全部的，全部，来着嘛，开始写。你看就开始写作，小林可以听云，出给你，干巴的哦。我昨吼看到恁查某囝甲一个少年家做伙散步呢。啊，我嘛是听厝边讲的啊，讲吼迄个查甫囡仔去用立管啦，警察常常来查伊哦。恁、嗯、科长吼、哦、是讲伊足介意恁查囝，我十分渴望伯母能够成全我的心意。何为人蛮强哈？跟哪个事情哪里没关系？我要离开了。离开花莲？离开台湾？薛佩莹，亏你还是个律师，你怎么会介入别人的家庭啊？这是妈要我交给你的，你收着啦，你一定要看哦。爸爸中间这个讲应该就总统了，我陪在你那边。俺五岁几年，爸给天里快嫁你。爸处处都台北，三重红马那些工厂，去台湾和你共两发个时间。妈对南埔晒爽来，头先发到黑黑到台北，哈黑张迪挨到黑到三重埔。后对岸张黑台北，阿福卡老夫的淡水好做岸。一年落来，你好美丽，辛苦你。台北，那种好真的没通用了。
立馆哈，你那很多哈，都有合作了，那很多都未成功啦。譬如那讲某一组该营养起来做，该各方未成功。那讲因为客家人哈，你很多哈，就某其他该组群哈做的比。用心念念心，讲讲客家人。千灯花开，有种传达妙语法通。一下意思到客家天台变专业，回答问题。最后就是得到冯子写的小说《落雨花莲讲》，啥啥来哟，看完就没了。详细情形请看客家天台 Facebook Fans 专页。讲礼拜日，我是饱憨憨喜欢死，看到初盲老家的土狗，我记得两兄弟扑到天那下地旁仙，盖盖旁天日杀一记一生气，初盲讲，嘿，来地南山，日后是佛踢日跳太罗虎，土狗讲，哼，来地北山，日后是西踢九跳太虎哩。曹猛讲：我绿绿富士崩塌，日冲白烟太榕树。土狗讲：嗨，我日吹。